女神 Vivian 出巡，这次来到了基隆庙口挑战小吃美食。小吃连吃八连发， Vivian 吃得陶醉，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好吃。原来她来台北拍戏，为剧组带路吃美食，还在脸书po文说，我真的没有吃很多，就这八家而已，就已经很惊人了。还贴上了一家老牌肉羹卤肉饭摊子的照片，淋上三大匙卤汁盖过白饭，瞬间香气四溢。一旁的油豆腐滚得冒泡，再搭配幼嫩笋干，还有 Vivian 大吃的这家排骨饭，简单的酸菜高丽菜和排骨很搭，在庙口飘香数十年。很可惜没有碰到他，还有一点点，我没法吃那么多。游客听到徐若瑄有来，竟然没有碰到，大呼可惜，对她的食量也很惊讶。还有网友留言说，为什么连吃东西都这么美，看女神吃都饿了，也羡慕她能吃又吃不胖。 Vivian 基隆庙口巡礼，让网友也想跟着她到庙口冲一波。三立新闻林俊豪、赖建志基隆报道。